阿旭，你中毒了，别生气啊，我这次是真中招了，不是假的。我中毒了也能自己走。和我逞什么英雄，被我扶一把不丢人。我逞能耐了个熊。怎么了？解药人浑身是毒，吃一颗吧，以防万一。阿旭，你莫不是出身神医谷吧？身上怎么这么多解药？你看我像那号悬壶济世的人物吗？不像，我看你呀，倒像是专要人命的。在破庙里那心狠手辣的，可把我这个连鸡都不敢杀的温大善人呢，吓得小心脏砰砰跳。善人虽然长得不像，但我真的是好人。行行行，你是善人，我是杀人魔，行了吧？你说那恶心的东西叫药人，我也只是在卷宗上读到过，传说可以使用金针控制人的神识五感，再用毒药炮制铜皮铁骨，将活生生的人炼制成力大无穷的怪物，供人取色。你有匕首吗？你要清创，我来帮你吧。阿旭，你怕不怕疼？怕的话，我就借你手臂咬着。你想干嘛？别再逞能！你的内伤是怎么回事？关你屁事！还来？周先生，你功力再好，背后也没长眼吧？没长眼就好生坐着。雪，你这易容的本事还是有点差劲啊，头、脸、脖子都照顾到了，这身上愣是没擦到。你还不认啊？我晒了不行吗？阿雪，你到底是在躲谁啊？我最想躲的人就是你。我？我你是躲不掉的，但是你若易容是为了躲避别的什么人，那倒大可不必。而今有我在你身边，任凭你的仇家是天王老子、神仙鬼怪，我也能……怎么，你还有见神杀神、见佛杀佛的本领？哎，罪过罪过，我温某人心系天下苍生，怎会乱造杀孽？
我要说的是啊，任凭你的仇家是谁来了，我也能以德服人。一通引经据典，天花乱坠，说的他是戾气尽消，放下屠刀。哎，阿旭，而今我们也算是生死患难的交情了，你能不能给我看看你原本的模样？坦诚相见是相互的。这就是我原本的模样啊，如假包换，童叟无欺。不信你摸摸看。见过我这面目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。巧了，我温某人怕的东西可多了，可偏偏就不怕死。你内伤匪浅，给我看看，别以为自己功力深压得住便一味逞能，假以时日终会伤及根本。我的病我自己心里清楚，用不着你管。你若不在了，千山暮雪，我孤意指引向谁去啊？爱向谁去向谁去。阿旭，你还不承认你易容？